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。我们久违的回到了妖怪百姬的怀抱。他的游戏档案变得好大哦。他现在我必须要把我手机清空很多东西才可以下载。我现在是把那个圣火降魔录删掉了，对，因为我有绑定啦，所以是可以再载回来的。对，总之我找到我的账号了。对。我是说多少玩到94等，好厉害哦！然后他现在有个新的东西哦，是称号是不是？我原本我一进来是新手品一十，然后现在有收拾稀有度 N 的妖怪30个，有妖怪万事通，然后呢还有什么妖怪侍者 SR 50只50种，东区通关，然后中部通关。四国通关 rank 到50，好，目前大概是这样，还有好多哦，还有21个还没拿到，我才拿到8个而已哦，好逊哦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然后你看我等级我已经升到了101，然后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打这个百姬巡航。对，他有活动，要50万点数。我前面还说你神经病，谁会打？结果我现在49万，我再插一次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那么我们事不宜迟，来打吧。好，我们打完了，看这一次可以获得多少点数呢？拜托，有没有？应该是可以的吧。哦，有，有了，来吧，貂蝉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再放大一点，哦，这样子的大腿，我慢慢看上去，我手好抖哦，不好意思，哦，好可爱哦。好，看完貂蝉，我们现在就来抽这个旅之轨迹。我们要来久违的11连抽稀有召唤。究竟我会不会继续玩这个游戏呢？就看一看我们这一次的手气了。好，准备好我们的祷告姿势。是的，我要进行花费50灵玉来进行11连抽稀有召唤。拜托让我抽到稀有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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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让我继续玩这个游戏，让我抽到强大稀有的吧。出来了吗？一个个来了，虎火，喂，有金色的，有新的提灯小针。有一个在闪闪发亮，这是活动的吗？好，第一只是，哦，冥河蜥大妖怪 SR 的，哦哦，是谁？萨克达金多吉，版本金石，再来，最后一个是。有活动，猫鼬。我原来是没有猫鼬的吗？所以这次有，我连虎火都没有，只有活动的虎火吧，然后活动的猫鼬，所以这样算起来，嗯，好吧，以上就是这次的旅之轨迹的11连抽稀有召唤，没有抽到活动的，啊，好可惜啊。如果有任何的建议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，或是告诉我想看我玩什么样的游戏。我是天使幽灵，那么我们下一款游戏再见，拜拜。